车友因病过世，上亿重机车队送行，上百辆重机浩浩荡荡呼啸而过，让人忍不住停下来一探究竟。原来他们这些车友聚集，为的就是要送别因肺癌往生的58岁好朋友刘栋。在世的时候啊，交友非常广泛啊，也热爱各项冒险刺激的运动啊，所以啊，今天有那么多的车友来为他送行。这位刘董生前在眉山经营家族的笋干生意，生活富裕，交友广阔，在车队里总是像大哥般照顾着每一个人。现在因病过世，大家不舍之余，决定骑着重机送他最后一程。只是上百辆重机骑上街，浩荡的气势引来注目，因为每辆车至少60万，最贵的欧系车款也要价120万，估计整个车队价值上亿元。但对他们这些车友来说，能送好朋友最后一程，这价值是无价。地方中心嘉义报道。